至尊剑来了！至尊剑来了！至尊剑来了！至尊剑真的来了！至尊剑是日本红透半边天的闹剧天王，也是国内许多综艺节目实际上的祖师爷。听说这位日本的喜剧泰斗认为他在亚洲唯一可能的对手。 这个角色他知道吗？この役をしてる？うん。この声は合ってる？なんか特徴ある？これはあんまり声特徴ない。这个声音没什么特色。哦，就是比较大声一点。嗯。就是造型很有特色。で、格好は似てる？ 鳥の尻。え？鳥の尻。所有猜到听起来都很奇怪，又是鸡，又是鳥。鳥の肛門？そう。他说是不是鸡的肛门？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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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，但你刚解释，每一只鸡都没有痔疮。对吗？便秘しないから。而且这个痔啊，中文的外形是很像的。对。 匂いがいい。大丈夫大丈夫。而且我们这个很多人吃完之后的养颜美容。肌が綺麗になるから。有。好。好，欢迎。你们有骨头。金刚。金刚。知ってる？ダメダメ。 他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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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知